驾驶太阳神十五号太空船的登月小艇，登月月球的美国太空人欧文上校，今天下午6:40结束了在我国4天的访问，搭机离开台北。欧文上校在我国访问的4天当中，曾经在北部和中部一带向各学校、机关以及社会发表了好几次的演说。他同时也为宗教做正道。欧文上校表示，这4天的访问对他来说是非常难忘而令人满意的旅行。